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本周收藏家双倍经验值大家都不要错过了哦，而且特定的爵士物品呢可以获得7折的优惠哦，而且呢阿罗星又送了一个好福利，赠送了6000点的俱乐部经验值。由于呢 UP 主的职业早就满级了，所以说我就享受不到这次的双倍经验值的福利了。但是呢，你们没有满级的可以，就比如说我昨天带着我的一个朋友跑图啊，分分钟就把他的等级带上来了。那么呢 UP 主之前有做过关于收藏家的一些视频啊，就比如说收藏家的一些攻略小技巧，就比如说如何三档重置收藏品，就比如说如何通过故事任务待命啊重置收藏品。那么呢，这些视频攻略的地址呢，我待会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，无论是哔哩哔哩还是 YouTube 的都有。那么呢，视频左边的这个地图的地址呢，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。如果你们有2台显示器的话，那么呢，这样跑图会更方便一些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我从刚开始收集呢，到卖出去29套收藏品呢，总共获得了78000的经验值。如果是你们双倍的话，你们可以获得15.6万的经验值。这19万的经验值已经包含了你每收集一个收藏品获得的经验值，还有卖出去一整套获得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我还获得了8000美元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啊，加油收藏哦，加油跑图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